们今天要介绍的是 Seven 的冰的卡纳赫拉的小动物，这是预购才有的哦。然后另外一个是日本的冰棒，打开来看看吧。日本的冰棒，姐姐的是这个白色的，然后这是应该是草莓吧，然后这是可乐，试试看吧。好，好吃吗？妹妹吃的是草莓，她把兔子的耳朵给咬了。那姐姐你的是牛奶吗？托尼哥哥你的怎么样？像那一种可乐糖一样。那你的呢？草莓。草莓？姐姐吃不出来。吃不出来。好，我试试看。羊乐多。里面还有糖，哦，真的耶，不错哦。这就是我们在 Seven 买的冰淇淋冰棒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喜欢的人到 Seven 去找看哦。最后说什么？妹妹，拜拜。妹妹，你的这个是弹珠汽水，试试看。对，还有弹珠。它自己挖洞。好吃吗？这为什么吃到这边抖来抖去？太冰了吗？太好吃了。太有趣了。你的舌头干嘛？好红哦。这个呵呵，那会辣吗？不是，舌头在感觉像跳跳糖，用舌头像跳跳糖。哦，所以里面是跳跳糖哦。这个，那我要吃，我要吃。这么特别。